大家好，我是张先丽，很高兴与您相约八一舞台，一起零距离感受军旅文艺的魅力。之前八一舞台的一首原创歌曲《冰的脊梁最坚强》得到广大网友的喜欢。这首原创歌曲的作者王涛再次创作歌曲《你是最美军嫂》。老兵王涛在信中说，他与妻子结婚八年，但是因为自己是一名军人，与妻子在一起的日子是聚少离多。在一次家书中，想起妻子这些年为自己的付出以及对他工作的支持，王涛有感而发写了这首歌曲，并制作成 MV。 他说，这首 MV 不仅仅是写给妻子一个人的，也是写给全体军嫂的。妻子只是千千万万军嫂中的一个缩影，感谢军嫂们对丈夫的理解和支持，向军嫂致敬。家庭的重担，你双肩挑起，生活的艰辛，你从不提起，短暂的热情相聚，定格的知心话语，都化成一封封彩色的信。最美的君。